嘟嘟嘟嘟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8月7日星期五，本日星象金星入巨蟹，今天是恋家情节思考安全感的一天。接下来一起看一下12星座的具体运势吧，参考太阳和上升星座。今日注意维护情感的两大星座巨蟹座、摩羯座。巨蟹宝宝今天特别的敢想敢做，亲密关系中可能会有人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，导致你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。摩羯宝宝今天感情方面有了新的变化，千万不要轻易说分手，很容易伤感情，不妨想想对方的优点。今日运势大涨的两大星座水瓶座、双鱼座。水瓶宝宝今天财运不错，想要加薪的宝宝可以尝试去和领导沟通一下，只要能力达标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。双鱼宝宝今天人际运势还不错，在新环境会受到大家的欢迎，单身者甚至可能有桃花机会，要好好把握。今日感情运旺盛的星座天蝎座。天蝎宝宝今天不仅日常出行顺利，感情运也很旺盛，出行或外出走动时很容易碰上比较心仪的异性，不要怂，以免事后后悔。